你看看啊，嗯，其实好多女孩爱的是于老师。没有没有，大家喜欢、嗯、到好多地方演出，一上场我就看得出来啊，好多女观众的心里话在这放着呢。说什么了？要嫁给于老师，然后给郭德纲生孩子啊、嗯、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呗、嗯、你们这是憋着要累死我。刚才是孟鹤堂、周九良小哥俩，我的俩小徒弟。对了，也来了十多年了，到德云社，嗯，不短了、嗯，有成绩了，挺好，还不错，这不容易，这家里都没有干这个的，是说相声，如果家里有干这个的，嗯，他爸爸他爷爷说相声的，还占点便宜，这就是熏陶吗？就怕这个，家里没干这个的，得愣来，嗯、对，家里人帮不上你，费点劲。你看咱们相声前辈，嗯，常贵田先生，哦，为什么说相声好？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说相声的，对，那常宝坤先生，对吧？小蘑菇。施圣杰先生为什么说相声好？为什么？他爸爸说相声。对，施世元先生。哎，嗯，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嗯、是为什么说相声好？为什么？他爸爸说相声的。啊，就侯宝林大师啊、嗯。于老师为什么说相声好？啊，哎呦，别别别，紧拦慢拦，这下还拦晚了。嗯，你别说了啊。哎，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对，嗯、你爸爸是听相声的。哎，这没跑了，这到最后还是、嗯、说了快半辈子相声，嗯，跟谦儿哥在一块合作很愉快，还行。相声怎么能说好、啊？嗯，四个字叫雅俗共赏。对，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单纯的雅不科学，不对呀、啊。啊，我们俩从上来一嘴一句文言词说仨钟头，哦，看着两个人挺有学问，是，饭可就没有了，就没有人听得懂，再也不会有人买票了，不好玩，俩人到饿死，反正唠一个，这俩人很雅致，嗨，嗯，太俗也不行，太俗也不行吗？你看俗到头了，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谁看呀那个？这。银川观众的素质有待提高啊，这这看什么呢你们这儿雅俗共赏，您说的对，真的，这个艺术嘛，嗯，什么叫艺，什么叫术，这还分着解释吗？艺是演员的能耐，哦，本事，术是把能耐得卖出去，哦，搁在一块儿叫艺术，怎么说，有艺无术，这叫诈骗，嚯，有术无艺是个商贩，不是艺术，哎呀，有艺无术，我这个东西这么好那么好、嗯、人文学的角度，美学的角度，当当当当当说的顺嘴角冒白沫，嚯、哦、但是一说卖门票一毛钱一张票，观众把剧场都砸了，就那么恨得很，你诈骗吗？这不就是、哦、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你怎么教育人？是 是所以你这个有艺无术不行，你要说摆个摊卖个香瓜，那不需要什么艺啊、嗯、就是个生意、哦、能卖，哦，他没有艺，他就是术，嗯嗯，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了，而且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话要怎么讲呢？艺术类的比赛，艺术类的评比，永远没有谁真正第一，没有吗？你花八个亿拍个电影，拿了一万个奖啊，卖了三千个亿，我就不爱看、哦、你也不能枪毙了我呀、啊、那倒也是，你永远不可能再拉一个跟你一样口味的人，嗯，啊，你我就喜欢这，我就不喜欢这，那没办法，嗯，啊，所以说文无第一评不了，哎，武无第二，这句话呢，体育类武术类一定能评出谁是真正的第一，这就能评出来吗？从这儿咱俩跑步跑到那儿去，哦，我跑一35秒，哦，于老师跑7天，对，我、啊、裁判们得看呐，就别判了、啊、我就不应该参赛了呀，我就你看于老师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智力问题 啊不是，这就是轮椅坏了对吧、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啊，不用考虑那么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喜欢，这倒是啊，嗯，我就不爱吃麻辣火锅，嗯，不吃就不吃吧，别吃了呗，有爱吃的，对呀、啊、但是我不能说谁吃我就打谁，嗨，谁开火锅店我就上你那骂街去，嗯，那你也在那弄死，没错，存在就是合理的，嗯，您就记住了，您喜欢的那个就是硬道理，哦，换个角度说，只要我喜欢，嗯，我管他谁媳妇呢，对，嚯，这叫什么话？您这就说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说相声，要把心放了当劲儿，
对了，尊重观众，尊重艺术，应该。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能力一般，嗯，水平也很有限。是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会有的。什么叫会有的？一路宴席惊动一路宾客，啊，一路玩意儿呢款待一路主顾。是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哎，反正做艺人来说，就是两点要求，叫第一是活着。活着，第二是忍着。您能把这两点细说说吗？活着很重要。活着怎么重要？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21死一个，32枪毙一个，40弄死一个，就剩你连人话都说不利索，活到99你就是艺术家。哦，你有话语权呢，你啊，这没人抬杠了，这个对吧？那仨天大能耐在盒里头呢，啊，那是，是不是？嗯，哎，一定要活下去。好，第二要忍着，忍着是怎么回事？像唐僧一样，唐僧怎么忍了？此去西天啊，路过9妖18洞，洞洞闹妖精。哦，风霜雨雪这么不容易，嗯，一定要忍，忍到最后你就能上西天。这人死了，这个你看，我这些年觉得我跟唐僧好多地方很相似。有什么相似之处？你看啊，嗯，名字很多。怎么叫名字多？你看他啊，唐僧，哦，玄奘，是唐三藏，对，玉帝，有玉帝哥哥，嗯，嘿，啊，徒弟们一喊他师父，哎，又叫这个的。我也是，徒弟们喊我师父。嗯，您也就是有，对吧？嗯，有张云雷的粉丝喊我姐夫，啊，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哦，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没有，没有，这辈儿太矮了，我这个。我们俩，你看，我跟唐僧名字多。哦。第二个一点，我们就是都是给祖师爷干活的，这是替祖师爷传道，替祖师爷收徒弟，替祖师爷干活，祖师爷还不管饭。这祖师爷。第二点，嗯。第三点，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嗯，嘿哈啊，这句话这么解释，蹭 WiFi 还嫌网速慢。嗯，你看，当然最后一点，我跟唐僧一模一样。怎么一模一样？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哦，啊，哎，这个您别拿我跟他比。嗯，我们这都是从小在一块儿学相声，是十几岁。嗯，那会儿是曲艺团招学员班，哎，我们在那儿一块儿学，搁在戏校里边，嗯，哎，文化课跟那一块儿上，嗯，打16、17，我们就一块儿到现在，就在一块儿，也不容易，这多少年了？那是老师那会儿还是有人不行还打一下呢，那时候是讲究这个啊，体罚，体罚其实是最科学的教育方法，这个东西跟外行是无法解释的。怎么外行老说打孩子是不对的，但是你记住了，比如说翻跟头啊，来走，腾，就这一下过不去，是很容易窝着戳着哪儿折了，还真受伤。老师拿一小棍儿，走，起走，啪，找一地儿，就这一下，嗯，肌肉是有记忆的，嗯，他到那儿自己就知道规范动作，啪就过去了。哦，你要打就出几个好角，你要不打就出一帮废物，这有道理的。他不是为了打，谁跟谁有仇啊？嗯，不是为了你好吗？是是是，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你在家扯惹祸了，你爸爸打你一巴掌，这就爷俩翻脸不认账了。嗯，不对啊，外行不懂，外行老觉得打孩子不对。其实，好多名角，好多大家都是打出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打完之后，而且到最后特别孝顺那个师傅，他知道是知道是为你好。对，你老跟他客气，最后他还恨你。那可不是吗？先生当年都没打过我，拿我们当傻子，学不着东西啊。但这个东西你也无法跟外行去辩解。嗯啊，我们小时候。先生连打带骂，我们是这么出来的。要真是打过，真不容易。嗯，老师那会儿来背这个，啊，嘴里得干净啊。是，说话不清不行啊，还得会用气啊。用气是一，最重要是用气。没错。要是没有气，嗯，这场相声说不下来，不行吗？
这个嗓子呀，嗯，这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嗯，啊，有气体冲过，它才出声音啊。你如果老用这儿的话，它一会儿会充血，就声带嘛，那就哑了。嗯，这儿一演一晚上三个钟头五个钟头，老这么说话哪受了去？嗯，其实完全是在这儿。哦，肚脐眼往下一点，这个地儿叫丹田，是从这儿吊上一口气来，气海嘛，就这一口气拖着、嗯、说一晚上。哦，啊，有人唱戏的演员干嘛的演员，这一场戏演完之后，整个小肚子是疼的，这较劲，较着劲。你、嗯、要不会这个，干不了这行，对，不长远、啊。那会儿老师说，就对，跑步去，跑步呢，增加肺活量，嗯，补气。哦，人家那会儿从来没有补气这一说。那我这气息也很好啊。他说我食补。哦，我靠吃。我们开始锻炼，他就吃点东西一样。啊，一样的。每天睡觉前吃10斤干炒黄豆。我拿黄豆补气啊。大铁锅炒黄豆，整个10斤。10斤。10斤干炒黄豆，3盆凉水送酱。好家伙，这量也够大的。列位啊，10斤干炒黄豆。嗯。3盆凉水，嗯，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那跟牲口比的吗？于老师那个睡觉前就开始吃，就为了补气。嗯，哎呦，这点气补的那个足啊，是吧？到早晨就漏气了。怎么还漏气呀？你想，那肚子里边都起了化学作用啊！早晨起来，好家伙，嘟，听他，二踢脚，哇哇哇，嘟。那会儿都住集体宿舍，是啊，我们宁可20人挤一个屋，给他甩出一单间来。就是我是这个大哥，是吧？那倒不是，我们也是怕死，至于吗？还没毕业，还没上班，凭什么让你弄死呀？是吧？能死得了？他天天自个儿跟那屋排气，啊，我还当然了。后来他也认同我们这个锻炼是管用的。那当然，后来他也锻炼。也练、啊、包括这些年到现在，谦儿哥挺好。我也练吧。哎呀，早晨4点现在就起来了。坚持吗？4点。对呀、啊，上健身房去拉皮条去。哦，你先等会儿吧。我夜里4点上健身房拉皮条去。是啊，去晚点了吧？这个，啊，应该呢。头天晚上8、9点钟我到那儿去多好。嗯，那不叫拉皮条，那叫什么？那叫拉背气。拉背气，反正对了，健身。早晨练这个吧。这对，得练啊、哎。练完这个，然后出去跑步。哎，对，锻炼肺活量。是的，于老师可着北京三环跑一圈。三环我跑一圈啊？我也不知你们谁跟北京熟哈。啊，三环这圈可不容易了，小100来公里啊。好家伙，当当跑啊！当然也不是天天跑。哦，跑着跑着下雨了。嗯，那得了，回家吧。那就没法跑了，只能回家。嗯、哎，快到家门口了。嗯，给媳妇打一电话。哦，回来了，是闹的下雨了，没法跑了。哎，往家走。嗯，一进小区，小区里边跑出一男的来，都有锻炼的呀，一丝不挂，光着，谦儿就傻了啊！我，是，乐什么？你就别治人家了，人家看看他，啊，笑什么笑？怎么了？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哦，哎，这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这位是打我们家跑出来的，是怎么着？不太清楚，反正什么都有。那您说这个锻炼身体吗？哦，哎，一般上午于老师哎跑完步，吃点早点，而且就过去了，就开始啊下会儿棋。啊、哦，这个就很高雅的。他邻居住了一个围棋的大师。哦，下围棋。哎，叫王黑白。对，嚯，名字就是下围棋的、嗯。哎，嗯，请来两个人对面而坐。哦，哎呀，焚上一炉香，真好。哎，香烟缭绕。嗯，谦儿坐在这儿，嗯，王黑白坐对过儿，这对弈吗？这个背景音乐是古筝，古筝是最雅气的音乐。噔，就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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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坐猪圈里下棋呢，是怎么着？这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于老师这儿拿起子儿来，嗯，且得想呢，深思熟虑吗？哎。考虑，啪，下下去了。军长，军棋呀、啊，不是围棋呀、啊。大师也拿起子儿来啊。嗯嗯嗯，哎嘿，他改跳棋了。于老师这儿，嗯，2个4，什么乱七八糟的？
大师那儿，嗯，碰，嗨，嗯，这儿有将，行了，这盘棋俩人能玩到死，玩到死要明白了就不错，嗯，玩一上午、哦、啊，拱手而别，再见再见，赶紧走吧，大师也得回去吃药去了，对对了，都到日子了，嗯嗯嗯嗯，这儿吃中饭，嗯，稍微躺一小会儿，哦，于老出来去打篮球。哦，我还这剧烈运动，门口有一个大高个篮球队，听着就矮不了，最矮那个1.93米，嚯、哦，这里边于老师比他们稍微矮一点，矮多了。但于老师的主要技术，嗯，就是钻裆啊。对，我钻裆啊，这一帮大高个都看着，嚯、哦，来了，哎呦呵，好，行了，别踩了，你这打地鼠呢是怎么着你？就出头踩的吗？这个别看，别让于老师逮着机会，逮着机会，逮着机会窜起来就是一口，咬他们。就这场球打下来，嗯，所有队员裤衩都是碎的。嗯，我蹦得高着呢。那是啊、嗯。打完篮球，于老师到旁边的场馆啊，打台球。这又是绅士运动了。拿着自己这台球杆啊，这都有自己的。嗯，我这打球去了，是取经去了，我这。打球去啊！哎呀，一到这都欢迎他。哎呦，哎呦，我于老师来了！哎呦，还都认识。好，有外号，我叫什么呀？台球界的杜蕾斯，就说我打得准。哦，你先等一，台球界的杜蕾斯，别嚷，别嚷，别嚷，来了。说错了，怎么？台球界的那叫戴维斯。哦，啊，台球界的戴维斯，哎、对了，带着杜蕾斯来了。没带着，他没带着呀。说这干嘛？不让说。你没听说。有没有？没有啊，有。不用说，他今儿没买。这没有啊，别提那个、哦，就叫台球界的戴维斯。哎，戴维斯、啊，对，来了，这是台球案子。是啊，于老师先宽衣，我打球宽什么衣？电视呢都看过哈。啊，小马甲一个个精神着呢。对呀、啊，哎，于老师来了，嗯、宽衣啊。嗯，呵，先把这皮帽子摘了。我还冬天去的，嗯、耳朵帽，好嘛，眼镜，哟，口罩。我说怎么叫杜蕾斯呢、嗯、假洋我都设身体我就别去了、嗯、大衣嗯气质卡全脱了啊全脱了脱干干净净的啊好蹬蹬自个儿的小裤衩光的了我热热热也没有穿单小裤衩先凉快凉快凉快、啊、凉快穿上裤子穿上马甲我这就得折腾一小时看这案子、嗯、算这球对这得算您啊行家怎么从哪儿到哪儿？这路线怎么走？怎么吃苦？哎，趴在这儿啊，嗯，这么趴着，趴40分钟，我上这儿补觉来了，是怎么着？我这有人拿毛巾被给盖着，哎，对，省得肚脐眼着凉。嗯，一来钟头啊，这儿起了，哎，哎，还是补觉来了吗？这，啊，再见，走了，没打球，合着回去了，回去吧，因为到点了，干嘛呀？得回去游泳去了。你直接游泳去不好吗？嘿，老于家游泳有一号，喜欢游泳。那是从他爷爷那会儿。是的，他爷爷在水里边就跟那水里边那个动物似的。什么叫跟水里动物似的？就跟那生蚝似的。没听说过，跟生蚝是像话。到水里嘟，对，沉下去了那不是，他爷爷好游泳啊，好水上运动。对，这是喜欢这个帆船跟潜水。没错，先帆船。嗯，然后不得不潜水。哎，好嘛，非潜不可。5天以后捞上来，嗯，栩栩如生。对，死了，啊、淹死了那是。没淹死，活了活了。怎么叫活了？反他们家游泳游的最好的是嫂夫人，她练过，她媳妇儿厉害，是专业运动员。没错，国家跳河队的。嗯，跳河队的，哎，跳水队的，经常出国比赛。是，啊，那天英国哦，又奔美国了。是，这两天接客。对，特。一去接客那儿 就不游泳了是吗？怎么不游泳？废话，改接客了吗都？接客斯洛伐克，您说清楚了行不行？哎，啊，反哪儿都去是吗？前些日子，前些日子还参加那叫铁娘们三项运动，什么词儿啊这都、嗯？铁娘们三项很厉害啊！于老师也喜欢游泳，我也喜欢，但是北京游泳池都不欢迎他，凭什么不欢迎？他在水里边撒尿嘛。您瞧，您这不懂怎么？您问问，都在里头撒尿，
有人说化验过啊，游泳池那水里边含尿液挺多的，对，都尿，也不知是谁含了一口尝着含，没有啊，含的尿液不是谁含一口尝着啊，反正科学家检测说，确实好多人这个不应该，对啊，都有公德心，但是你跟别人还是有区别，那为什么我有什么区别？你是仰泳。那就难怪啊，游泳池有一鲸鱼，你这玩意儿嗨不用形容的那么细致了，看着多瘆得慌是吧，啊，哎，反正不管怎么说，为什么要体育锻炼，嗯，目的就是身体好，锻炼，你看啊，我咱实话实说，岁数不饶人，是我们小时候站台上说相声仨钟头几个钟头，嗯，不值得累，当然年轻啊，现在时间长了站那儿腰酸腿疼，可不嘛，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你可不如原来了啊！谁说的这是？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高峰媳妇儿也说，是啊，孙越的媳妇儿也说，嚯，好些个说相声媳妇儿都说我，哎，这人缘好，嗯，净交朋友了。您就这么交朋友啊？啊，就是为了有好身体，好说相声。哎，您这小的时候，先生就告诉我们了啊，不管底下坐多少人，嗯，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耳朵里，让您听清楚。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而这句话怎么讲啊？说话啊，就如同要杀人似的，刀一下来要快，嗯，没有痛苦。这刀子要是钝了，杀人太痛苦了。是钝了，刀子杀人也是杀人呢。你看这抬杠，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可以啊，比如说用钝刀子杀人啊，杀你好不好？你瞧我这茬儿找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要杀我，没人给你解释钝刀杀人了。你瞧，行，那你就杀我。举例子，对，例子，于老师被杀了，哦，得挑个好日子吧，是吧？哦，这还挑好日子呢，大年三十，或举国欢庆，嗯，嗯，包括海外华人吧，都算上。对，全庆祝，嗯，普天同庆的日子，是是是，大年三十，嗯，这一天呢还是于老师的生日，双喜临门，那是，嗯，而且今天你买那独栋别墅正式入住，乔迁之喜，你那个别墅7000多平米，嚯，嗯，这是三件喜事儿，哦，啊，嫂子早晨出去买彩票，花3毛钱中了一个8000万，这好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嗯，你儿子在国外学的。大学吧，甭管是什么，毕业了。呵，今天回家来了，就归国。哎，带来一个未婚妻。你瞧，这闺女她爸爸是世界首富。你瞧这好日子啊！全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好啊，鸡鸭鱼肉摆齐了。嗯，于老师一筷子下去，嗯，从这鱼肚子里边夹出一大珍珠来。鱼肚子里有一珍珠。嗯嗯嗯嗯。哎呦，哎呀，好事都到你头上了，这就没想到的事。这时候我来了。您到这儿来，你过生日啊，贺寿啊，这是对吧？嗯嗯，谦哥生日快乐，谢谢您啊，嫂子好啊，哎呦，少爷回来了啊，啊对，这是带回来媳妇是吧？您认识认识，好闺女好闺女，快坐着吧啊，嗯嗯嗯，那我还给您带了个生日礼物，哟，您你客气，什么礼物啊？给您买了一个印度三宝，啊，就印度三宝在哪儿？一会儿人家印度公司就送来了，哎呦，打那儿订的，叮咚，门一响，谁呀？开门一瞧，哦，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这印度的美女是今年姑娘19岁，哦，公司派来给您送货的，送货员，19岁一个印度的闺女，你看那个身材，那个相貌，漂亮的都不行了，哎，额头这点了一朱砂红痣，哎，这是印度风情，捧着这个一个小箱子，哦，于老师生日快乐，这是印度的吗？这个代表咱们公司给你送来的，这是保定的呀，这是。这闺女是在保定上学，哎，家教也是一保定人。好，这就不想进步了，嗯，这是。嗯，祝你生日快乐。行了，行了，行了。你看看你这个印度三宝呗。哎呀，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打开箱子啊，里边是一个木桶。木桶怎么保啊？哎，印度小叶紫檀，这是一宝，这算宝吧？小叶紫檀。哎，桶外边抹了一层印度咖喱。咖喱抹桶外头了，哎，也是一宝，哎，一掀这桶盖里边是满满登登，就这么一桶印度神油，这拎桶送，哎，于老开心了，嗯，接过来，吨吨吨吨吨吨，我喝了，太糟践东西了，全喝了啊，喝饱了，擦擦嘴，哦，一眼瞧见这印度女孩了，
我看你这儿点一红点儿。是啊，我一直看印度电影就纳闷儿，都点。我能摸摸你那红点儿吗？好奇心太强，还等数吗呀？哎呵，就等着你摸呢。嗯，于老师拿手一摸红点儿，这红点儿 K 掉了，掉了，里边有字儿，写着是特等奖。我这好事还没完呢，干的，公司促销。哦哦哦，谁把这 K 掉了，谁就得特等奖。这特等奖是？就是这个女孩。怎么叫女孩？以身相许了，就留在我们家了，就以后跟你过日子了。你这真没想到的事儿。哎呀，啊啊啊！有句老话形容您的心情啊，我是美的跟王八蛋似的。这叫什么老话？这叫太开心了，开心就开心呗，高兴。嫂子不乐意了，她是有想法，凭什么她来了就住咱们家呀？哦，这闹别扭。是我赶紧劝吧，劝劝吧。就这会儿功夫，又敲门了。这回谁来了？官兵来了。官兵干嘛来了？杀你呀、啊！我把这事儿忘了，对吧？嗯，合着那点好事一点没我事儿了。合着前面先铺垫一下，让你死的时候心情愉快。我都死了，我有什么愉快的？于老师您好，我们是官兵。哦，春节快乐，生日快乐，是是是，中奖快乐，哎，都快乐。谢谢您，跟我们走吧。干嘛？要去杀您？不是，凭什么杀我？没有原因，就是拿你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你瞧我死在这字儿上了，你这玩意儿。于老师一听有理啊。什么叫有理啊？请。哦，哎，人家过来夸一摁于老师，哎，撅下来压走了。是，你是走了，我们这一大屋子人都傻了呀，这没想到的事。嗯，我就坐在这儿，我就呆了，发傻了。儿子跟儿媳妇坐对面，两口子也不说话了，没话了。你媳妇坐在我左边，也傻眼了。印度美女坐在我右边，刚进门。我们五口人，你看我，我看你，嗯，心里边难过。是，您这是难过？啊，谁也别乐出来啊！谁别乐出来？就不是滋味啊？是吗？难过。要不您节哀呗？老半天的功夫了啊！哦，还得说嫂子，怎么呢？拿手一指自己的儿子，哦，哭什么哭？那是哭吗？啊，行了，哦，哎，顾死的还得顾活的呢。哦，你也大学毕业回来了，嗯，也带了媳妇儿了啊，对，一家人家了，端起杯来，干嘛？先敬你小妈一杯。哎，这就认了一个是吗？我就赶紧我说得了，哎呀，嗯，年三十包饺子吧，是吧？咱包饺子。这一家子人落你手里了是怎么着？你跟这主持工作来了，你这。包饺子，你赶紧和面，你赶紧包葱就快去啊！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我都死。把醋倒出来，一会儿咱吃饺子啊！啊啊！完事炸点辣椒油，嚯！再弄一碗咖喱。对，那还印度娘们呢，嗯，照顾照顾她。吃，快点！哎，饺子里边搁一个硬币啊！啊，还玩呢？看谁吃的谁有福。哦，哎，打开电视干嘛？年三十看看春晚。怎么？看看有没有好相声？不能有好相声了，我都死了，还有什么好相声啊？我们就在全家难过的时候，一点都没看出来。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菜市口那是杀人的地方，杀头的地方。嗯，到这儿了，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我干嘛光着杀呀？你瞧，要杀头了还要脸干嘛呀？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我。啊，得了，脸跟命就一块都糟践得了。啊，好家伙，我倒豁出去了。扒一光屁股啊！啊，于老师还以为要打台球呢。嗯，别提这台球的事儿。全扒光了 啊！拿绳子给捆上。嗯。后背这插一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看过电影电视剧都知道。啊，白色的那带尖的呢，那叫招子。哦，是是。写着犯人的罪过。怎么写的？上写奸斩人犯一名。嗯。大流氓于谦。我说怎么光着呢？嗯，打脖子后边绳子扣插进去。是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呢？于老师大气。我说什么呢？本盲。什么叫本盲啊？大流氓吗？大流氓就自称本盲啊？那是在我们这儿都是本盲、副新长，这都我们的。嗨，我这太有学问了。本盲，去你的吧！踹那儿了，一脚踩那儿，跪好了。哦。让你跪好了，谁让你撅那儿了？哎，行了，谁让你踹我来了？怎么又撅呢？哎，对，我这习惯了是怎么？嗨，哎呀，这个臭流氓啊！哎呀，行了，就想撅着啊。啊，
都收拾完了啊。嗯，天光大亮。哦，按时间来说，现在是大年初一了。我这折腾一宿啊，北京城这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了。哦，因为北京每年春节期间，从初一这儿开始有庙会。啊，对，有庙会，那叫场店庙会，打清朝就有。老庙会、啊、哎，这个庙会的入口就是从菜市口这儿进。哦，我杀人这地方，哎，就你撅着那个地儿，是庙会的入口。我撅门口了。外地得来个七八十万人，嚯、哦！北京也有二三十万人啊，反正百十来万人，哎呦，得打您这儿撅着这儿过去。你们卖票不卖啊？嗯，没办法，都从这儿过，不看也得从这儿看。哦，当然有那个好事的呀。是吗？有看三回的，有看两回的，都有。这玩意儿还上瘾啊！嚯，这是那于老师，是就是他于谦上了、嗯。好家伙，真白呀、啊！你管着管不着你？怎么那么些事儿啊你？简短结说啊，就到了初七了。我这儿展七天呐，咱们得讲理。怎么了？因为北京的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那还有一天呢。工作人员们不得看看吗？我、哦、这还有优惠呢。我们忙活半天，我们不就为看看吗？对不对啊？你这凑热闹，到最后都看完了，嗯、一直到初七的下午，嚯、哦、啊，跟大人回一声，咱们得杀了，啊，就这儿作为监斩官，还有监斩官，哎，监斩官啊，啊，专门有一官负责杀人的官，嚯，配个红斗篷，哎，红斗篷辟邪用的，讲究的，嗯，坐在这儿，嗯、哎，刽子手就过来了，是，启禀大人，时辰已到，对了，哎，大人一回头，说什么？整啊，整，削他呀，什么呀？弄死他呀！嚯，切稀碎啊！什么玩意儿这是？赶紧让他滚犊子啊！赶紧整啊！这打东北来的大人，这是刽子手拿大刀来了。哦，就这口鬼头刀，怎么着？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豪。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大刀举起来，怎么样？啊，哈！这就下去了，是不是吓一跳？谁跟你玩呢？谁跟你玩了这？哎，尿了尿了！废话，哎，尿了，吓死了，这都尿了，这尿了吓死了，这就嗯，还是嗨，我别砍了，我这吓死你手里了，手起刀落啊！早就该这样，人头落地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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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走了，人头过马路，还过马路。好，停了，干嘛？等红绿灯。嗨，我要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我这个，嗯，绿灯了，啊、过去了。看人头过马路，一转身还夸这刽子手呢。我说什么？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贱了，我这。这就叫杀人的刀要快。你瞧我费多大劲呢？就怕钝刀，钝刀不行，钝刀就坏了。您再说说，还是你啊？说可以，别的不说啊啊！大年三十过生日，什么你媳妇儿什么，那都不说了。印度妇女都不提了啊，你都带走吧。行了，好，都是我的啊。好了，嗯，就是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这不提了啊。这别提了，就说大年初七了，哎，就哎，游客们都散尽了啊。对 对, 对，旅游团都走了，就不要。于老师也撅够了 啊, 啊。行了，嗯，哎，启禀大人，时辰一到。哎，对，大人一回头。整啊，削啊，弄死他！别客气。哎，这孙子还没退休呢。嗯，嗯，打刀举起来了，赶紧砍吧。这口刀打宋朝流传到现在，是一次都没磨过。嚯，因为磨刀得花两毛钱啊，上下好几千年，谁也舍不得花这两毛钱。哎呀，到现在刀刃上都是锯齿啊，都成锯齿了。大刀举起来，砰、哦，在这扎脖子上了，扎上了。哎呀，也上不来，也下不去，难受、啊。这横着推吧。啊。锯呀、啊，连锯三天啊！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你是饿死的！我去你！